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斯特，我是吴峰。我们现在呢，在一个叫 Fresh Team 的神人的地图里面。那这个地图呢，就是一个他用指令所创造的世界。那这个世界呢，就是以铁路网为主了。我会在影片连结下面放他的介绍网页，还有他地图的来源，就这样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来玩他的地图。这个地方是要，这地方是什么？要叫什么啊？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呢？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做音乐地方啊。哦，哎，杀动物哦，也没最准呢，看一喷就走了。靠背，影片一开始就开始杀动物，你看。德雷先生还没办法上线吗？瑞先生，哎，我们在阿联博物馆。站，这靠！不正常人类研究所啊！不正常人类研究所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月台针方向，噔噔！我现在往那里坐啊？就我现在没地图。首先呢 ，Fresh Team 的地图里面火车是这样的，它是用指令让火车下来，按那按钮就会启动指令，火车就会下来，我们就会坐着火车一站一站的经过。然后呢，这就是它月台的样子，有很多路线牌啊，然后它会提醒你这个路线是往哪个目的地，然后这个是它的单路线表，它是用英文的，可是它有没有些地方会用中文的，所以应该不会看不懂啊。先坐，吊着一个，然后就会显示。发车音，然后就可以走了，耶、yeah! ！2 hours later， 然后每到一个车站呢，他就要在这里停，停一下之后呢，就有那个发车音，然后就往下一站。通常呢，他的指令都会有在，都会在聊天列这里显示下一站是什么，或是一些特殊的字在上面。那么现在呢？这个地图支持 1.12.1 版的 Minecraft， 所以如果你有最新版的 Minecraft， 也可以玩玩看。然后呢，如果下一站有转可以转乘的话，它也会在聊天列这边显示，可以在哪边转乘。啊！肚子在削的有点卡，然后又回去。然后它每一站呢都有设置那个。防回转的机制就是车子如果就是我跟武峰两个靠很近，然后他撞到我，然后离开月台的话，他会在离月台边缘再把他弹回去，那就不会一直往回走了。耶，终点站到了，然后按这个下车。哇，这站没有防回转，发科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刚按了这个告示牌，这个告示牌就有指令，按了之后他就会下车，然后把这个回收，就这样，这就是它可以转成哪些线路的。干旁边被骂，害到我干。送你旁边。然后呢，由于它的路线很复杂，大家看这地图，你根本看不懂啊。好啊，不会很复杂。所以，我觉得它的颜色真的不好辨认。所以你可以打开书看一下，然后它就会显示一些东西。虽然你这样也看不懂啊，所以你可以去，我在那个啊，在影片下面的说明会有一个网页，大家可以去那边找它的实体路线图，可以拿来玩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一站是龙岩小径，通常呢，它某些车站都有很多特别的设置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一站是什么设置，因为我第一次来。Double Way Map。刚刚是趁你在拍影片。对，不错。我跟苍蝇在拍影片啊，有一只苍蝇在我旁边，一直它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绕来绕去，超恐怖的。
那是文字吗？蚊子自己说话了，好恐怖啊！通常呢，它的地图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，大家可以去浏览一下，因为它在每一个车站都有盖一些景点。像这边呢，有一个大楼，看起来像闹过鬼的，这些也不一定啊，它可能是下一站的景点就说不定，因为它是用矿车嘛，所以距离都蛮短的。它的铁路距离不会啊，它矿车距离算大的。我是说它的路线，我是说占据啊，麦伦啊。哎、欸，这原来这三站才靠这样的油。各位不好意思，有一只蚊子在我旁边绕来绕去。二站还有呢，它这边有做很多高速公路，大家可以来玩玩看。有不同的码，你可以选择极速码或是慢到哭霸的码都可以。随便选一个，按一下就有码，然后呢，那你就可以坐上极速码，在这种像高速公路的区域，然后这也算是另外的交通工具了，然后就可以走往下一个交流道。然后如果你走得慢的话呢，到某些地方它会显示这是什么交流道，然后就这样冲啊，然后你的车子会跳，有没有？超厉害的。时间增加88，24万，加那么多是怎么？诺基兰村交流道，好，我们到了这个交流道呢，我们就要回收码，按一下它。啊？模仿那个什么？那个电点点点，这是诺基兰村，这个村有点寒酸呐、啊。FT 电动出口，我们就直接叫它 FT 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些很特殊的村民啊，或是什么的，就会在一些景点出现。你就叫它弗莱廷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它某些车站有一些旧的设施没有在用的。比如说月台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它就会被封闭了，就被封闭。那封闭就有点像这样，用一个旗子啊，或是用一些东西挡住，也可以玩一下。都会用，不是应该都用栅栏拦住吗？你来，你来，来看真这里。FT 大大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弗莱廷，它某些车站呢也有像这种纯观光景点，可以看一下，可以坐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好了，这是弗莱廷。好了，这是哪条线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坐下去。好，耶！有鬼影耶！大了，厉害吧？我从头叫到尾，耶！哎，这楼梯很恐怖啊！哇，你看，这里是 what the fuck FT 码头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来，这有很多漂亮的风景路径啊！现在我是用走路的，我跑头 FT 头。然后你看这个，其实这码头还蛮漂亮的。各位如果有什么兴趣的话呢，就可以来看一下。
飞起来带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，这有点像是，有点像是一个码头，就这样。然后有五颜六色的光啊之类的，然后有漂亮的海啊，大家有兴趣想看码头就可以来这边看一下。What the fuck？ 我相信，我相信这五个字是这样念的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我们虽然只做了 Fresh Team 大大的地图，只有几条路线的距离，相信呢，已经应该会勾起你们的兴趣来玩一下它的地图的。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桥段呢、啊，或是有什么想让我玩的游戏，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哦。另外也请支持 FT 大大的地图，还有他的努力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